walking down the boulevard. She got the posture of a superstar. She looks so fly in those Gucci slides. Yeah, yeah, I wonder what she hides under her disguis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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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And all the girls around the world, they wanna be. And all the dudes are trying to score like it's fever. She lives a double life, puts on a show. What's under that subtle smile, we'll never know. She's a Mona Lisa. 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about her features. You'll find her beauty goes much deeper once you get to meet her. Let me paint a picture. I see they don't understand. Feeling like Picasso, she brushing against my hands. Seen you from around the way, you been giving me the time of day. You be making moves that, yeah, who really care what Simon said? All the bad things, girl, I had to look past that. Call yourself a dime, I'm just trying to get my cash back. You be looking fine, so no wonder they can't match that. Louis V scarf, I'm chilling with a dad hat. Whoa, slow it down like that. Just hold me down like that. She's a Mona Lisa. 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about her features. You'll find her beauty goes much deeper once you get to meet her. She's a Mona Lisa. 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about her features. You'll find her beauty goes much deeper once you get to meet her. She's a Mona Lisa.嗨，哇，我刚到公司，我现在满身大汗，整个脸都是汗。果然时间已经到夏天了呢。今天又是一个你打卡了吗？嗯，很棒。我刚才在天桥那边看到你。哦，是吗？你在上面经过，我在楼下那边。然后呢，我要介绍我们的新同事。嗨，嗨大家。以后他应该也会常常被逼迫出现在我的影片里面，所以。我今天早上有多贤惠，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打了果汁哦。你看我看到它喷出去吗？它喷到哪里去了？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公司终于有微波炉，也终于有冰箱了。然后冰箱还有我上个礼拜呢忘记带回去的口水机。补零食货的时候买了两罐这个 horrible 的 gummy bears， 我一天就一个人基本上把它嗑掉了。当天我回来办公室的时候，我是隔天回来的，然后我就看到桌面上空了一罐，然后我就想说去哪里了？不是昨天才到公司吗？肚子里。吃饭时间，来，我们大家一起说一下几点了，一二三，三点。这个是我上个礼拜忘记带回家的口水机。他点头了，可以吗？可以吗？嗯，你有加什么东西进去吗？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萝卜。嗯，好吃耶。硬的这个。嗯。就是大豆芽跟海带。嗯，但是我去了那个街市买的时候，我跟他而家系4:30，头先咧有位小姐咧就话佢尽量忍紧自己唔好食呢个糖，大家可以望下佢入边咧剩翻一层都冇，剩翻咁样啦，
我想请问一下，你刚刚说你要控制自己的那个东西去哪里了？亲爱的，我们下班了。Yay, Monday is over. 但是我们这个礼拜还有四天呢。首先呢，想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上礼拜新买的杯子，它是一个这个猫咪的杯子组。这个东西呢，你可以放在上面变成一个杯盖，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移下来变成一个杯垫。然后你看哦，它这边除了有一只猫之外，这边有脚印。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啊，直接被融化。买再来呢，我今天呢再度的突破自我，这是我昨天去买的一件一字领的衣服。我在试穿的时候觉得好像还不错，但是又不确定就是到底穿起来好不好看，所以我就传了照片给我朋友，然后我朋友看到就说买，然后我就好买，然后我就搭配一个宽版的长裤，大概是这样。你们觉得好看吗？如果不好看也没关系啦，但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想知道大家的反馈。另外呢，在今天的 vlog 开始之前呢，要先谢谢今天的 sponsor， 就是 Surfshark。 Surfshark 是一个网络的 VPN service， 然后相信很多人对 VPN 这个字应该没有很陌生吧。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对于网络的依赖度是越来越深，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其实有很多无形的威胁是我们很难去察觉的。像我妈就是对网络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她常会觉得我们在网络上面买东西这样子很容易会被人家窃取资料或是追踪，你不知道你的身份会被做什么样的使用。那今天介绍的 Surfshark VPN 呢，就可以帮你一次性的解决掉这个问题。例如它有 HackLock ID 的保护功能，所以在如果有人想要入侵你的电脑或是你的电子邮件等等，它会对你发出一个警告。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非常爱看 Netflix 的话，你就会知道像 Netflix 它在不同的国家或是不同的 location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内容。就是说我有些很想要看的剧，我现在在香港我看不到美国的内容，我看不到韩国的内容等等，所以这个 VPN 也可以帮你解决这样子的问题。不管你在哪里，你都可以不受地域的限制，可以随心所欲的看像是 Netflix 啊或是 Disney Plus。 那最近几个月我的确是觉得啊，我以前可能真的对我的网络使用安全就是太不用心了，那 VPN 就是在这方面对自己多一层的保障。那现在如果使用我的折扣码呢，你们就可以得到 85% off， 没错，你没有听错，是 85% off， 外加三个月免费，然后还有30天的 guarantee return。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到下面的资讯栏看更多，不管是现实生活或是网络上面，大家一定都要安安全全平平安安，好不好？我现在呢要来煮今天的午餐。If I could tell you, I would. Honestly, no secrets between us. No, it's just honesty. Even if it hurts, even if it's just for today. I know you're just here for good fun. It's over before it's begun.神风，我刚刚说我很热，对不对？然后刚 Crystal 来了，你看他现在在穿什么？我好冷哦，顶改。我不知道，我睡不够吧？好冷哦！我真的要热死了，他给我穿成一只熊。
We stand on the opposite shore. Hello, Mojo. I reach through mysterious ceilings, my only hope. I look for the things I don't know. Show me where the ending goes. Honest, honestly don't. I should be the last to know. 奇怪同事日常。啊，是这边。你可以解释一下你在干什么吗？More and more. 啦啦啦啦啦啦啦。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想起这首歌。好了，我要继续开会，拜拜。嗨，你要拍那个 vlog 吗？嗨呀、啊。过了我的 channel， 继续 OK。好，就这边，在这边。对，这边，这边。快点，我们帮助他冲破50,000订阅。对对对，击败我。咁咧，呢个就简单嘅少少一啲 template， 诶，分析啦，好好好。三个人决定要一起离开这间办公室，然后我们明天呢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就是我们要一起去吃午餐。对，你可以不要装可爱吗？会扣薪水哦。我本来就可爱，怎么办？就没有。再见，谢谢谢谢谢谢。我到那边还是很大的雨啊，下雨下超级大，然后我们三个都没有带伞的。他刚刚问你有没有带伞，他还说不要。这个倒影蛮可爱的耶。哎，大家，我现在回到家了，然后我现在来吃药。我今天早上其实已经吃了过敏药，但是我就一整天疯狂的过敏，鼻子很痒，然后鼻涕流不停。我真的，我在想，该不会我今天早上吃的啊？该不会我今天早上吃的药是过期的吧？我真的是受不了了，你们可以看到我的鼻子有多红吗？我今天至少制造了一整袋的水饺。那因为我最近早上开始打果汁嘛，所以我刚刚去补了一些水果。我买了三个火龙果，三颗苹果，就是三颗黄金奇异果。今天大概就这样子，我们明天见。Karma Sutra, Desert Sutra, Your velvet dress is slipping off. Would you stay with me? It's coming through ya, never knew ya, never knew how much it meant when you spoke to me.But everyone needs something. I know that I'm no different. 我们刚很莫名的聊到了以前中学，是叫中学，嗯，中学的时候的我们叫国文课，你们叫中文课。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百闻基础性，为民女弹性。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然后我就忘记了。问女何所忆？问女何所？问女何？不是就荧光？昨夜见对吗？对对。昨夜见君帖，可汗大点兵，然后我就不会了，真的。跟住系咩啊？军书十二卷啊！原来有爷名。军书十二卷啊！军书十卷卷有爷名。对对对。中找回我的眉毛。我们一起跟 Crystal 的眉毛说等会见，一二三，等会见喽！草莓、芒果、奇异果，那很酸吗？啊，我忘记加蜂蜜了，那很酸啊！完了完了，一定很酸！把整个茶包放进去搅拌吗？
哦，蛮好喝的。你说你要买什么？我要买这个手机壳，它就是我的写照，就是我的人生的什么 motto。你大声的把它讲出来。不要，快点！我这么可爱，为什么要上班？你看，别人都不想理你。拜拜，我们今天要下班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不是同事的关系，我们是损友的关系。等一下。你是损友，我是好朋友。我是让你心境开朗的一位很好的朋友。我们等一下呢要去找 Vanessa， 然后我们三个要去吃粥。你连我都没有吃过，没有听过。你居然没有吃过这家粥？没有听过。这家是在香港吃过最好吃的粥，居然真的很好吃。我们要一起打卡。你准备好要下班了吗？我 always ready。一二三，哦，同时哎，耶，下班，呼呼。你是说好要下班的吗？又开始在努力工作的女子。When you were younger, you didn't see things quite the same as you do now. But now you're older, you find that sometimes you wish you had stayed a clown.Never ever knowing whether you're coming or going. And right now that sounds like Ray's idea. 嗨，这个是我上个礼拜在 Friend Frank 买的盘子，是不是很可爱？请不要质疑我的购入。Good morning， 现在呢要来吃早餐。那我之前不是有说过我现在在间歇性断食吗？但是呢，我还是秉持着一个 listen to my body 的心态，就是我今天起床的时候就觉得啊，我真的应该要吃东西了，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早餐，就是一个水果 yogurt， 然后还有一片这个我很爱的核桃面包。当然我知道间歇性断食这个是一个长期的饮食习惯啦，不能就是一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不要太执着于某一个，就是不要太跟自己过不去啦，这是我想要讲的。我不希望大家好像跟食物过不去，然后发展出一个跟食物很不健康的关系，就是我自己是过来人嘛。当然如果你能够长期坚持这样子的饮食方式，那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更明显，但是跟自己过不去，你心里不开心，身体也会反映出来的。유튜버가되고싶다는생각을조금씩조금씩했던것같아요일단착용이유를설명을해드리려면건강얘기를할수밖에없어가지고我现在在 Agnes 家。我今天不是在拍 vlog 吗？但是我出门才发现我忘记带相机出门了。然后呢，因为我现在男友不在嘛，这是Ian的手。So creepy。这就是一个抱枕，然后这里可以 hold 那个冰淇淋这样。拜拜，听爷了。让大家看一看认真的我是怎么样的。我给你一杯漂亮的水，好。没关系，态度。好。好。Cheers。先讲一下第三季的一些目标。这个冰呢，里面是百里香。都掉完了。
吃饭时间，然后我刚刚呢很认真的在找筷子在哪里，我很贴心的为他放了筷子，但是呢我刚刚筷子呢筷子呢在哪里，因为他不 expect 我会对他那么好。好久没有吃坛仔了，没关系啊，我没有放到嘴巴。我那天啊，在 YouTube 上面被推播到你很久很久试吃坛仔超辣面的。屌在啊！嗯，看得见我的改变吗？我的改变，你看得见？哎，不错哎，不错不错，有前途。哇！请问你最喜欢里面的谁？某某。Oh my god！ 我如今要问我经纪人，你问吗？我可以让 Kitling 入境吗？可以哦，OK 哦，OK 哦。刚刚本来要去的那家 cafe， 满了，所以我们要前进下一家。没错。你今天好可爱哦，而且我很久没有看到他紫色的头发了。对。Pick up your phone, I need your attention. My girl so bad, we call her detention. I am so glad we moved beyond friendship. I am so glad your mama liked me. Sweat up with Cupid, told him fight me. I stole your love, he shot my heart. I'm losing breath, it's getting dark. I think I might need CPR. Tell me, do you love me like I do? Tell me what you willing to prove.Woke up at 11 o'clock. I ain't got no job. What the hell should I do today? This feel like some I don't give a fuck. Oh my god, shut the fuck up. I ain't hearing what you gotta say. What the deal? How you feel? Not important. All I'm thinking about is riding in these Porsches. But don't be coming at me with that horse shit. Acting like you know me, that's the worst. Hi, 今天终于是 Happy Friday. 恭喜你们终于看到这周工作 Vlog 的最后一天，也要恭喜我终于成功的度过了这个礼拜。那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 OOTD， 那这个就是上次影片有介绍过的 Zara 买的连身裤裙，然后我的电脑放在这个1+1的帆布袋，然后包包是这个 Tory Burch 的粉红色包。我现在要准备出门，然后就去处理一些银行的事情，那我们公司见。你很鬼哦。让我圆一下当化妆师的梦。Crystal 今天好美哦，尤其是你的左眼特别美。你知道我现在会看到我自己的毛在那边，就是自己的毛是什么？这眼睫毛。哦，我想说是脸上的汗毛吗？还是不会？你看我帮你近照一下，你今天很美。Too close. TMI. 等一下闭眼睛。哇，好美哦，好像公主哦。但是她很厉害的地方是，她用那个很糟糕的夹子也可以到这个效果。因为我夹了很久，我一只眼睛夹了差不多5分钟到10分钟，还是那个夹子很烂啊，是不是？那时候是不是就跟你说那个夹子不好了？对，还硬要买，因为我没有夹子啊，我都不涂这个，我怎么可能会有夹子呢？今天上班的小点心就是这个，我刚很认真的跟自己说，我们只能吃这么多。请注意看背景有一个、两个、三个空盒，空盒，我们只能吃这么多，知道吗？只能吃这么多。Teacher's asking you if you're okay. Say your body's here, your mind's away. Daydreaming the what's to come. Cartoons all day, and my father. Mama's wondering why he greets a boy.喂，哇 ，Mira 今天这个耳环跟这个上衣
怎么搭？对吧？这我居家的服装不要这样子。好啦，我要收，把相机收起来了，拜拜。好，各位，现在呢时间已经是7:50了，然后我其实本来8点跟朋友约了要在上环吃饭，但是我现在还在办公室里面呢。重点是我现在人在就是观塘这一区，然后我要去上环，所以就是有点远，你知道吗？如果我搭地铁的话可能要花个40分钟吧。对，所以好麻烦呐、啊。我刚本来想叫 Uber， 但是发现要200多块，所以我刚刚请 Crystal 帮我问问能不能跟他认识的那个计程车队叫车。没办法，刚刚临时有一些工作的事情，所以。不过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呢，是两个我非常久没有见面的朋友，所以蛮兴奋的。哎呦，总之呢，今天这支 Work Vlog 应该。长度也是蛮长的啦，谢谢大家看到今天，那希望我们可以早点下次再见，拜拜。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 us. Bad ended with life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